天王郭富城13号在香港展开巡回演唱会，这也是他暌违8年再度踏上红磡体育馆开唱，吸引许多歌迷到场支持。舞台上卖力演出，发型却让台下观众看得满头问号。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装外套，再穿着绿色工装裤，头上戴着金色卷毛假发，乍看之下以为是泡面放在头上。之后的表演环节，郭富城依然戴着各种浮夸假发开唱。直到最后安可表演才拿下假发，以真发见人。造型曝光后，网友笑说唱跳可以，造型不可以，但也有粉丝出面还价，他演唱会造型一直都很浮夸啦。